Hello，大家好，我小白，今天跟舅舅还有妈妈，等一下还要去接外婆，一起去看一下姨奶奶啊，因为姨奶奶身体不好，所以我们全家去看一下她。还把喊婆婆没有？在这儿。喊婆婆。刚刚我们把外婆已经接上车了，现在去接一下舅爷爷哈。好了，出发。要不然四个人子个，媳妇。现在我们已经到了鸭田镇，刚刚接到那个舅爷爷，现在去买点东西。那我就拿一批这个乳酸菌嘛。800多。小哥哥，快来！哎呀，天不嘞？待我几个生的？要三个呀？哎呦，你四个一块我俩喝。哎，爷爷，我是有这个叫，我昨天吃完只西藏的人。他看到西瓜就想吃。最喜欢吃西瓜了。就是你把衣服搞湿了，等一下哦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准备开饭了，然后姨奶奶搞了两桌，好吧，我们到这一桌吃吧。好，那奶奶吧。浩浩应该吃点饭了，今天早上没吃。来，吃个淮山，行吧。来，先修，咋了？送点先修。好吧，吃完饭我们坐车子回去了。多吃点啊，吃点，我们回去啊。干嘛？这个饭我们做嘟嘟，做嘟嘟哦，对。拜拜，好，拜拜。吃完饭我们拜拜了哈。拜拜。来点啥子我搞？你要是我的，你就叫鸡巴子给你包二五的，你也是叫娘不行。你哪个？好吃吗？下次鸡就咋个忘不了啊？那之前我说话，那我给你炒点饭就还有锅的。睡着了哈。要再见。没有，我在养。他那宝宝了呢。然后都要吵死了。
炒的像个猴子一样的。